喂喂，你不觉得很舒服吗？不会啊，我觉得我很凉爽啊。哎，奇怪，我们一样都穿排汗衣，为什么像我擦这么多？咦，排汗衣吸湿排汗的效果好不好？滴一滴水就知道。排汗衣的纤维看仔细，为什么纤维也有异型？回收保特瓶也能做衣服，打一下让垃圾变黄金。 排汗衣不能穿，别丢弃，发挥创意，延续排汗衣的使用寿命。请锁定这集《生活里的科学》，带大家一起认识吸湿排汗的排汗衣。小白，小白，我天！哎，才500而已，怎么不见？有够夸张的！啊，你干嘛拆穿我？我真的不行了啦！哦，哎，伟伟。 我的衣服湿成这样子，你的衣服却是干的，你都没有认真在运动吗？才不是，我很认真，是我的衣服把我的汗都排光光啦。啊，你穿什么衣服这么厉害啊？嘿，同学们，想一想，伟伟穿的衣服是什么材质可以快速排汗？答案是 A 棉质 ，B 不织布 ，C 聚酯纤维。 生活不思议，科学让生活变聪明。博源，我这个衣服是什么材质啊？借我。不行，我如果借你看的话，你不就看到衣服上面的成分标示了？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好啊，你不借我，那我要怎么做实验找答案？哎呦，好啦，我其实已经帮你准备好这三种选项的布料啦。谢谢微微，要来让你找答案啦。这个是棉布，然后这个是不织布，这个是聚酯纤维。OK， 我刚才啊看你啊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衣服是有把汗吸起来的，没错。所以我就拿了水。哦。等一下呢，我分别滴在上面。如果说啊它有吸水，就有可能是你那个的布。哎呦，算你聪明哦。第一个 A， 第一个。 吸进去了，好，所以，sorry，那这个是，哦，你看，好，接下来第三个我们看看，也是吸进去了，所以你看不织布它根本就没有吸水，答案一定不是选项 B， 聪明哦，但是接下来这两种布你要怎么找答案呢？我觉得哈，问题的重点应该是在排汗的部分，所以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哦。科学探测区布料排汗效果测试，耶！好了，现在我们要来测试棉布还有聚酯纤维它们的排汗效果啦。是的，待会儿呢，我会在上面滴一样的水量，代表啊它们吸了一样的汗，然后啊，我会再用吹风机用一样的风量，然后一样的距离，这样子如果谁比较快干，就代表它的排汗效果比较好。哎呦，聪明哦！好，那以示公平，我帮你用手机来测秒数。好，那我们就从聚酯纤维先开始。好，来第5滴。一。 二、三、四、五，OK，很怕失手啊，真的，来哦，手机准备了，预备，开，十、九，这样子，来在同样的位置哦，好，这样，哦，好像要干喽。 干了吗？干了，干了。好，赶快来看看。51秒。我这边看起来是，哎，真的干了耶。真的。好，然后接下来呢，红布也来做测试喽。好，重置。等一下，一样是滴5滴。嗯。好，预备，开始。1、2、3、4、5 ，OK， 很准确。来，预备，开始。等一下，如果它超过51秒，我们就停手。好。好，时间快到了。快到了，还没51秒了，52秒了，53秒了。好，你们看。 它上面还是有一点点水渍，对，但是现在已经55秒了，所以啊，这个就代表了聚酯纤维它比较快干，然后同样的时间，棉布它还有一点点水渍的，那就是代表。
答案一定不是棉布了，所以答案就是 C 聚酯纤维。你们答对了吗？没有错，博源被你找到答案了。答案真的就是聚酯纤维，因为我这件衣服它就是聚酯纤维做的排汗衣。刚才不给你看啊，因为这衣服上面有很清楚的标示，它的成分就是聚酯纤维啦。给你看的话就知道答案了。哦，原来是排汗衣哦，一听就觉得很会排汗。真的。可是什么是聚酯纤维啊？哦。聚酯纤维啊，它是一种人造的合成纤维，它是最常被拿来做衣服的人造纤维哦。那像聚酯纤维啊，它的特色就是它韧性很强，不容易破。那如果清洗的话，也不容易会缩水哦。这么厉害哦？是啊。哎，可是所有的排汗衣，这个吸湿排汗效果都这么好吗？啊，不然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你就会知道答案喽。好，科学探测区，排汗衣吸湿排汗效果测试。好的，现在呢，我这边准备了两件排汗衣，是。然后待会啊，我们就用这个滴管，分别在这两件衣服上面呢，各滴三滴水，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它吸湿排汗的效果咯。就这样。对，我们只要看它扩散的范围就可以知道了。OK。好，开始。一、二、三。好。哦，有没有？你看博源这边怎么样？怎么样？我这里是不是很明显？你看它马上吸进去了，而且呢，它立刻扩散了，就代表我这一件它的吸湿排汗效果比较好哦。哦，我知道了啦。如果它的扩散范围又快又大，这就表示说啊，它这件衣物的毛细现象比较好。对，除了可以很快速的吸收我们身体的汗水之外啊，它也可以增加跟空气的接触面积哦，也比较快可以被蒸发散失掉。没错。可是啊，反观这一件排汗衣啊，它的吸湿排汗效果就没这么好了。我是哥哥，我是姐姐。嗨，圣雅监狱，你们来了。哇，原来从毛细现象就可以看出排汗衣的吸湿排汗效果好不好？这个方法好简单哦。可是为什么排汗衣会有这么好的毛细现象，可以吸汗跟排汗啊？两位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老师吧。好，老师，我们有问题。为什么排汗衣会有这么好的毛细现象，可以吸湿又排汗呢？排汗衣是利用异型纤维增加孔隙，使布料产生良好的毛细现象，达到由内快速吸汗并向外排出水汽的功效。施老师好。施老师，排汗衣就是利用孔隙很多的纤维来吸湿排汗的咯。不对啊，排汗衣的纤维不是聚酯纤维吗？怎么变成异型纤维啊？其实异型纤维就是聚酯纤维，那只是啊，它是变了形状的聚酯纤维啊。接下来我们进入科学充电区，来了解看看异型纤维是怎么帮排汗衣来做吸湿排汗的。好，科学充电区，异型纤维。嗨，我是人类发明的聚酯纤维，常被织成泳衣、运动服这类表面光滑不亲水、伸缩性强的衣料。因为我的纤维形状规则，排列孔隙小，所以当人们满身大汗时，我的孔隙来不及排汗，人就闷了。于是人类发现天然纤维吸水力强的秘密就在它不规则形状的纤维，因为里面藏着很多大大小小的空隙，可以产生很好的毛细现象，把汗水迅速吸来。所以人类就把我改造成奇形怪状的模样，还给我一个新名字——异型纤维，让我的孔隙变多，吸水力增强，不粘黏皮肤。做成排汗衣，不但吸湿快，排汗也快，人人都称赞。哦，所以异型纤维就是长得很奇怪的纤维吗？对，可以这么说。我好想看这种纤维长什么样子哦。接下来老师就准备三种纤维的图卡，来让大家看看它们这三种纤维在显微镜下面是长什么样子的。好。科学探测区，排汗衣的异型纤维。好了，现在我跟伟伟的手上都各自拿了个图卡。老师，你要先看谁的？我们先看博源这边的。好。OK。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博源这边的是传统的聚酯纤维。是。那我们可以看到图片，显微镜图片里面呢、啊，可以发现这个纤维本身排列非常的紧密，没有什么孔隙。这个就是聚酯纤维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吸湿排汗的原因。哦，是哦。那我
我这边呢，伟伟这边的，刚才动画有发现说啊，我们这个异形缎面纤维它是模仿传统天然的棉布纤维，对，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传统天然的棉布纤维，它本身在天然材质里面就有很多的小细缝跟孔隙，所以它的天然材料这个纤维的毛细现象就非常的好哦。那后来我们厂商开发出来的这个异形缎面的纤维，其实就是模仿天然的棉布纤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纤维跟纤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孔隙，对，那这个孔隙也就会增加毛细现象，达到排汗透气的效果。老师，那这个应该就是十字纤维啊？对啊，怎么叫异形纤维？其实异形纤维不止这个形状哦。我们这个厂商为了让排汗透气衫呢，达到排汗透气的效果，所以啊，各个不同的厂商它就设计出来不同的这一个异形缎面纤维的这一个样子。那大家可以看到，它们形状其实有很多种。哇，那厂商开发出这个不同的形状，就是希望纤维跟纤维当中啊，在交错纵横的时候呢，可以产生很多的小孔隙，那让这个排汗透气衫可以有效的达到吸湿排汗，然后这个毛细现象可以增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角落，那当这个纤维交错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毛细现象。哇，难怪我在穿排汗衣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就算是我流了很多的汗，可是还是觉得我的身体都不会很黏哦，都感觉很干爽。哎，就要归功这些异形纤维们的功劳咯。对，没错，异形缎面纤维啊，比一般圆形缎面纤维的孔隙还要大，不仅具有蓬松透气的功能，还可以让我们织物本身的重量减轻，让我们穿起来更加的舒适轻便哦。虽然你们两个人这样说，但是啊，你看我还特地带了这件衣服，它虽然呢就是可以吸汗，对，可是啊，我每次穿都觉得运动完整身都很闷，然后也很湿，不舒服啊。为什么这样啊，老师？那这个我们可以再进行另外一个实验来比较看看哦。好诶，好，做实验。但是我们要先请博员出去外面跑个十圈，再回来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个实验。我啊，好有趣，博员哥哥，拜托你了。好吧，那我就跑步了，拜拜。科学探测区，排汗衣皮肤粘黏测试。哇，选手回来了，回来了。博元啊，不是啊，你怎么还带着这件衣服跑出去啊？我刚才忘记放下来了。辛苦你了，老师，你要做什么实验？快点。来，我们现在来看看博远现在身上满头大汗，我们看看这两种的排汗透气布哪一种比较容易粘黏皮肤。来，盛雅，你帮老师贴蓝色这一个。好，来，老师喊到三，你就一起贴。来，一二三，噔噔。好啊，怎么样？啊，怎么样？老师要干嘛？来，我们看看哪一种布比较容易脱落。比较不容易脱落，就是它比较容易粘黏皮肤。好，哎，老师。哎，奇怪，这个已经掉了啊，这个怎么还好好的？你看，哎呀，它也开始慢慢掉了。但是白色的这个先滑下来，白色先掉，对啊，表示这个布料啊比较不容易粘黏皮肤。哦，所以我的这一件比较粘黏皮肤吧。嗯，对，没错。那为了证实说到底哪一块布比较容易吸湿排汗，然后容易脱落不粘黏衣服，我们再用滴水的实验来验证看看。哦，好。那我现在准备这两件衣服来滴水看看喽。好。我们先试博远的衣服，这边开始，一二三四五，哎，水珠在那边，它还是一个表面张力的状态，没有吸进去。好，那我们看一下另外这件排汗透气衫，嗯，一二三四五，丢掉了。所以这就代表说，博远哥哥，你的排汗衣真的不吸水哎。对，博远这个看起来是到现在水珠都还在上面。哎，可是老师，我的排汗衣怎么会这样？博远的这一件排汗衣呢，它的纤维成分不敏，而且看起来这个编织的方法看起来很紧密，所以啊就比较容易粘黏在皮肤上面。哦，难怪哦，博远，你看你运动个老半天，流了这么多的汗，原来你的排汗衣都没有帮你吸汗。啊，非但没有帮我，还害了我。也没这么严重啦。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挑选排汗衣啊？好，我们第一个方法可以
直接触摸看看这个材料的感觉。嗯，因为异形缎面的编织方法会让纤维当中的孔隙比较多，所以会让衣服啊比较有柔软的感觉。哦，另外我们也可以把衣服啊拿起来吹气看看，然后看看这个我们吹出来的气啊可不可以通过这一件衣服。嗯，因为异形缎面的这个衣服啊，这种纤维它的本身的空隙很多，所以当你在吹气的时候啊，是可以感觉到你吐出来的这些空气在流动的。那我就想到了，聚酯纤维它也是人造合成纤维嘛，那就不能随便丢弃咯。对，没错，聚酯纤维是用石油提炼出来的纤维，所以啊如果随便废弃不用，尤其在大自然界里面啊，它不但没有办法自然分解，那如果用燃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垃圾，它还会产生空气污染这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哦。啊，想不到聚酯纤维也是用石油提炼出来的耶，跟塑胶一样啊，无法分解，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博远，你也不用这么担心，我们现在已经有厂商啊，利用可再生的这些材料来做出聚酯纤维哦。而且已经可以成功的让每一个人都穿着使用。不用石油，那要怎么做出聚酯纤维啊？我们知道了，是什么啊？博远哥哥，薇薇姐姐，这个材料你们一定都知道哦。那既然薇薇跟博远两位都知道，那就请你们为两个实习生来做介绍吧。好，但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一样要谢谢施老师。谢谢大家。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发明任意门。发明任意门。发明家的任意门。今天要开哪扇门？今天要开的是垃圾变黄金的应用大门。是的。大爱感恩科技为了要减少地球资源的浪费，并减少塑胶废弃物对地球的伤害，于是就想到了利用塑胶废弃物 PET 来制造还原出聚酯纤维的原料，制造成人工的纱线，而我们就称为大爱纱。哎，刚才薇薇姐姐讲的啊 PET 是不是听个不傻傻听不懂是什么呢？来告诉你们，其实常常碰到它哦，就是噔噔保特瓶，这里有写 PET， 有没有看到？其实啊，我们之前就有讲过了，塑胶有分类，一号塑胶 PET 其实就是聚酯纤维做成的衣服，所以呢，它们的材料其实是一样的哦。没错，来你们看，而当我们回收回来这个保特瓶啊，我们会将瓶盖还有这个胶条给拆除，那外面不是都会有一个包装纸吗？我们也会把它卸下，接下来我们会把它压碎，然后再溶解，溶解之后呢，就成为聚酯粒，接下来就会将它抽丝，抽丝之后就会成为这个大爱纱，就可以做成桌上的这一件漂亮的衣服咯。 OK， 薇薇你先放着，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好，你们看哦。嗯，我滴在这里好了。好，你看，对，气，哇，你看它马上就吸收然后扩散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大爱纱它的聚酯纤维也是异形纤维哦，所以它的吸湿排汗效果是一级棒的。真的，大爱纱它不仅是延续了保特瓶它的使用寿命，将垃圾变成黄金，而且也减少了地球资源的浪费哦。而我们都知道啊，保特瓶是不能够掩埋也不能够燃烧的，是，所以啊，这件衣服也是咯。只不过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件聚酯纤维做成的衣服还可以继续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要不然我们就请科学实习生来动动脑，想一想，发挥创意咯。好耶，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科学创意王。科学创意王，创意无限大，我们是科学创意王。好了，现在两位小小发明王，你们准备好要把这件排汗衣改造了吗？你们想好了吗？早就想好了。这么快？那你们要想什么点子啊？先不告诉你们，明天再跟你们说。这样子我好期待他们两位等一下会做出什么样的作品哦。我也是，那我们就赶快动手制作吧。Go！ 好了，盛雅，排汗衣还有剪刀都准备好了。那你不告诉我要做什么，总要告诉我怎么协助你吧。好啊，你等一下就帮我拉住衣服，我剪就好了。还有呢？来，薇哥哥，你猜猜看这是什么？这是袖子啊，不然呢？那你觉得袖子可以干嘛呢？当口罩吗？对啊，你看，真的假的？这样就可以当围脖，这样就可以当口罩啦。好可爱哦！所以你就这样就完成了吗？对啊。那我们圣雅这一组的改造完成。我好
好期待哦，杰宇，赶快开始吧。你要怎么做？我要先把这个摊开哦，然后我需要剪刀。好，在这边，哎，使用剪刀要小心哦。你马上就已经想好你要做什么了，对不对？所以我看你下刀很快哦。看来你应该是要剪出一块，一块方形吗？是要正方形还是长方形？长方形。你要长方形哦。哇，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哎。然后呢？然后我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卷起来，变成一个护腕。哇，好聪明哦！那你要绑起来吗？好啊，我帮你看一下。你要把它这样子绑起来，是不是？这样子好像就好嘞。哦，所以你做了一个护腕嘞，哇，好棒哦，完成了，耶耶。已经制作完成了，我好期待哦！赶快让他们发表一下他们的作品吧。是的，杰宇先说，因为排汗衣很有弹性，所以我把它做成运动护腕。但万一我流汗时，我就可以把它解开来，变成一条又吸湿又排汗的运动手帕。真的耶，超聪明的。对啊，这个我倒是没想到。没关系，我们圣雅哈也是多功能的，来告诉他们。就是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可以当作围脖来保暖，骑车的时候就可以这样防沙又防晒哦。你看我们圣雅是不是很厉害啊？还有一个新的，新的，这样当作一个运动头套，运动流汗的时候就可以把我的汗通通吸光光。Amazing！ 这是我们刚才没有想到的。三功能。对啊，你看两位哦，除了都多功能之外啊，都还有发挥到吸湿排汗的效果，给你们掌声鼓励鼓励。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博元，我也想到了有个新灵感。什么灵感？你看哦，如果我把排汗衣啊剪一剪，然后自己把它缝起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当小抱枕，或者是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当我的枕头塔。这样子，如果我夏天流汗了，哎，还可以帮我吸湿排汗，很棒吧？哦，而且啊，如果我没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流口水，哎，是你吧？哎，你这样讲，我也有一个新想法哦，就是把不要穿的排汗衣啊，就直接套在我车子的椅背上，这样夏天呢、啊，如果觉得黏黏的，哎，它还可以帮我吸湿排汗呢。真的耶，好棒哦！不过我觉得今天最棒的还是两位小小实习生，他们完全的运用到我们使用不到这个排汗衣，让排汗衣有了新生命。是啊，今天的科学创意王，太棒！那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科学呢？生活里的科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你看我这样很帅，对不对？超好用的，我也要，我也要，做一个给你。嗨，我是人类发明的聚酯纤维，常被制成泳衣、运动服这类表面光滑不亲水、伸缩性强的衣料。因为我的纤维形状规则，排列孔隙小，所以当人们满身大汗时，我的孔隙来不及排汗，人就闷了。于是人类发现，天然纤维吸水力强的秘密就在它不规则形状的纤维。因为里面藏着很多大大小小的空隙，可以产生很好的毛细现象，把汗水迅速吸来。所以人类就把我改造成奇形怪状的模样，还给我一个新名字——隐形纤维，让我的孔隙变多，吸水力增强，不粘黏皮肤。做成排汗衣，不但吸湿快，排汗也快，人人都称赞。